真的很香。你那天你吃了呀？我要吃。干什么？我煮的，我又爱煮的。它有干脆面的味道，有没有？一根下去就停不住了。是的。啊，不是吧？什么鬼？哎呀，真的是。他还是爱你的。辣不辣不辣不辣，我们吃辣不辣。欢乐幸福的生活就是个面条哟。为什么这么苦啊？苦糊了吗？哪里苦了？就我们都吃的挺好吃。哪里苦了？啥？就你非说苦，所以你这种人就是情商有问题。我嘴巴苦，我们说完。但我现在不得宠，真的是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这不得宠是有问题的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还是很好吃的，都是幸福的味道。